一些都是导致赫连大人被杀之人。那照这么看来，云珠小姐好像真有作案嫌疑啊。姑娘，老板叫你过去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之后就会上锁，赶紧。不是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从前锋点开始找。哦啊。是这个吗？是的。乾丰元年春三月甲辰，赫连宇光妄议朝政，图谋不轨，联名上书落款王平、张允泽、王仆、沈三郎。这些都是导致赫连大人被杀之人。那照这么看来，云珠小姐好像真有作案嫌疑啊。眼见真相不一定是真的。赫连府男丁充军名单，无名。赫连府管家高昌国遗孤失踪。高昌国，